哇，唱得好好。他帽子好好看啊。嗯。哇。不是，不会吧？是阿窝挑，哦，这个是杨一芳啊，他叫杨一芳，哦，好漂亮啊，哇，真的好漂亮，这些都是他寄过来的，嗯，这是贵州的朋友给我们寄过来的。哦，这银的耳环，对，这应该是纯银的。哇，纯银的，两个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哎，这个真的是纯银的，你戴一下呗。这个好漂亮，真的。嗯，就是贵州朋友寄过来的，纯银的，用摸就知道很柔，很软的。嗯，这是贵州的一位美女给我们寄过来的。嗯，杨一芳，她是个歌手，长得好漂亮啊。对呀、啊，谢谢。你看一下这边，还上过他们的卫视，贵州卫视对吗？对啊，春晚，上贵州春晚，经常上电视。他好像看他朋友圈，就是经常演出。哦，这纯银好柔啊，会变形。嗯。我好久没有耳洞洞了，好小。难道我眼睛越来越不好吗？我又怕你痛，不痛，完了堵了，堵了你，堵了就别擦了。过来了，我就是有点不敢用力啊。没事，不痛。确定不痛？真的不痛，真的。嗯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觉得这个要把头发全部盘起来哦。你要穿上盛装。穿上盛装，你把外套脱了。好看啊，嗯。真的，这个要把头发全部挽起来，然后简简单单的挽一个揪。哦。哎，我的橡皮圈呢？你就塞在底下那里面。哎，我橡皮圈呢？扎太紧了。你看，这头发乱七八糟的头发全部盘起来。可以，还有一个东西我跟你说。啥？还有一双非常漂亮的鞋子，绣花鞋。那你是36吗？36啊！我说35、36，然后他就给你拿36了。我穿34。34！不要吓我了。哇，这个大是大了一点，大很多。你可以塞个鞋垫就好了。嗯。不过这个有鞋带哦，这个鞋你们如果两个是风高夜黑的晚上穿的，谁不怕？哪里会怕？哎，这个跟我裤子好搭哦，刚好，就这么搭一套，很漂亮。哎呀，真的好看嘞！哎，这鞋子好好穿，好稳呐、啊。它就是那种粗跟的嘛。嗯，好稳呐、啊。好漂亮哦。好呀、啊。真的好漂亮。贵州也是侗族，贵州有苗族，有侗族，他是苗族啊。非常感谢贵州的朋友杨一芳，然后也诚挚的邀请你来我们的家乡玩。要不我们也给他寄点我们家乡的特产过去？可以。你跟他要一下地址，山长给他寄点。要的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好久没穿高跟鞋了。这个。哎，这个下次去演出的时候啊，去参加活动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穿这个啊。你走一步，走一步，给个特写，从那边慢慢走过来。走过来。走吗？哦，这个有点怕，晚上穿。今天晚上就出来。红色绣花鞋，我这个是玫红色，这是大红的。嗯，好看啊。哎，你别说，这鞋子大是大了一点，但是好稳呐、啊。山上你没有打耳洞吗？你戴一下好吗？我长得不好看嘛，所以我让车子戴就好了。我来。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最喜欢这些了，不灵不灵的。然后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是纯银的，这很软，嗯，这好软，真的。嗯。我对下焦让别人看一下，真的好美。我跟你说，好重。
这个你们两个戴上一两个月，耳垂就会可以拉下来。对，耳垂要拉长。我有的呀。不要穿过去啊，穿不了，别穿了。哎呦！开玩笑的，有耳洞还盲穿，这个叫盲穿。过去了吗？没有。我帮你。你帮我穿这边，因为这个耳朵我以前受过伤，有点形状怪异的。现在行不行？一下子就过去了。真的？嗯。好看。我自己因为不瞎摸。那你帮我这边也穿好。下面那个洞。哦。对的。嗯。会堵了，哟！我这四个耳朵有点长得怪怪的。其实我的耳朵也打歪了。我这个不是打的，我是用我奶奶用针穿的。就是以前用线穿的吗？嗯。那我没有，我是用枪那个，砰，一下子打。哎呦，你妈呀！我来。你找到后面。不行就算了，不行就别搞。我戴一边算了，我就戴一边。看我们这鞋子，哎，你说这鞋子配裙子好看，是配裤子好看？裤子，配裙子都好看。我穿一个那个什么光腿神器那个丝袜，对，是吧？不过我觉得配裤子也好看哦，显得腿。三嫂穿的有点大，不比好修长，长度是够的，是我的脚比较薄，镂空啊。你看，我是穿了棉袜，但是这个鞋子。它粘住了那个脚，很好穿的，真的。走几步，哎，这个好哎。有没有感觉？再走几步。没有，有没有感觉？再走几步。很那个，叫什么？切婆。你们两个三少穿上，你们两个来一个模特步，一起来一个模特步，来一起来一下，我给你们拍一个留念。我穿的又不是民族服装，来，那我来，你穿时装，你穿时尚装啊！你们两个走一下，走一圈。哇，好高啊！哇，你好贵啊！再走。来，走一圈。来 ，music， 走，怎么样走啊 ？Go！ 来啊，优雅一点，还是那个什么有气势一点的。三嫂要放出那个潘长江被那个墨压到的那个脚步。这样的。对。会什么真的好走，这些来一个 music 走。好无聊。好像感觉我们在亵渎他们的礼物，其实真的非常感谢。像我们女孩子啊，一般收到这些东西哦，都会非常的兴奋，真的。对。不过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想的就是说，我们也要找一个说能够代表我们侗族的礼品，然后寄过去给他哦。嗯。真的，这鞋真的很好，这耳环也要收起来。哎呦，我拉肚子，我不，哎呦，拉肚子，拍不了，哎呦。